天使九考吗？千道流，你很聪明，为了不让我吞噬你们天使一族的后裔，你选择了我的女儿。那又如何？千道流，你还是小看了我。好徒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来讨一份债。放肆！无耻禽兽！自从我吞噬了你儿子的身体与灵魂，改变修炼之法，进入罗刹秘境，你就已经看不透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毁了你们的天使根基。将你的考验等级升为子级，小小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在七宗重选之后，武魂殿会进一步确立他们在魂师中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届时，我们将要迎来一个很可怕的对手。父皇，虽然武魂殿在魂师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，但整体实力还无法和帝国相比。即便武魂殿想要蚕食我们，也得耗费很长时间。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暗中积蓄力量的机会。暗中积蓄力量，你是指唐门？老师曾说过，唐门铸造的暗器足以威慑封号斗罗级别的对手。尽管目前宗门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但只要帝国不遗余力地提供资源支持他们，就能产出大批量武器。不错，一旦魂师数量相差悬殊，武器将会在战场上起到决定性作用。要大规模使用唐门暗器，仅仅扶持宗门还远远不够。更重要的是，为他们建立一支机括化的精锐部队。雪崩，
这也是你建功立勋、收复人心的契机，务必要好好把握。等到蓝浩王他们归来之时，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本与武魂殿正面交锋。只进行了常规训练，但唐门以暗器见长，何不直接训练一支使用暗器的精锐部队呢？眼下对、天斗帝国皇室魂师在大师的训练下正日益强大，但还缺乏核心力量，而武魂殿已经掌握了大陆上50%的魂师力量，我们必须要出奇制胜才行，而唐门的暗器部队就是我们的王牌。对呀、我怎么没想到，最近基础训练量虽然加大了，但帝国的实力提升仍十分缓慢。如果走暗器这条路，短期内肯定能取得明显的突破。我们七宝琉璃宗正是因为有唐门暗器的加持，才能自保无疑。而武堂弟子本就善攻击，再配上暗器，实力必然会大增。殿下的提议着实精妙。淬上剧毒的暗器威力会更惊人，而这毒就交给老夫吧。独孤前辈，如此甚好。小怪物不在，我这唐门的名誉长老总不能一直白吃白喝，也得出点力才行啊。多谢殿下一番指点，我们之后一定好好商议此事。那我就等着各位长老的好消息了。今后唐门发展的一切所需，我们天斗帝国定会全力支持。多谢殿下。